越来越大了。对，记得我刚开始修这个脚的时候，它都没有这个样子。但是就是像说，正修没一周和两周来一回。一周两周来，它也没啥修的，你得自残。要告诉他。对。敷上之后掉了之后，你自己在家涂药，然后每周来修，它就好了。你那个痣也得费点劲儿，因为你现在坏的中间，做的时候玩特别不好清。但是这怎么是整个指甲脱落了？脱坏的，好的不掉。这个药上就是脱坏的，好指甲没有影响。你是怎么是把整个指甲都给脱掉了，重新长呗？对，但是这个过程中得涂药。那要不然等？那还不自己都坏了不行吗？你坏了之后，那不越来越严重了吗？不像你之前一样一刀就修掉了，现在这个全跟皮连在一起。这个事情，你就想你掉了之后，它哪能一天两天就长出来？是不是？不要那么想，就想着每周来一次就 OK 了。你甲甲也自己抠两边吗？这块儿抠着。那你的甲床都萎缩了。